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火枪和柑橘。斗琴术干嘛？有事被去灭呀。越过十二点。憎恨，你肯定会因死无全尸而无法得到合法的安葬。法幻王子，但你有这么任性的称号，应该不必介意，不是吗？这不影响他刷野吗？我操！这也能抓死吧？他就要慢慢耗，我应该对不了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人人有份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没火刀伤害不够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脏东西，就等个火刀。但是我现在推不完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死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人人有份。装了，操！ You have been slain.还是要多掉一波兵线，要时刻我先把这个弄掉。哎呀，舒服，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。好狠，压奎温呢？在炮弹里洗个头吧。看到他们眼睛了吗？没想到吧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车没车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
王的潮汐，预示着我的归来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脏东西！不要脸，吃两瓶药，扔给鲨鱼。救命啊，靓仔！放低你，你就好閪冇面，系主动上来搞搞啫。脏东西！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，有人砸不死。橘子没门，留个眼线在外面。不要以为我不在你们就能安逸，不要有侥幸心理。已经万能的工艺品，好死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战神动漫看，不喜欢看。他们说那动漫质量很高，说做得很好。我去看了两集，一头雾水。然后稍微了解了一下，它背后是讲的是一些西方天使的那些恶魔的那些故事吧。好像我对这一类题材不太感兴趣。我的仇恨充满情绪，人人有份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知了字，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
牛逼，两个闪。真牛逼啊，你非得我出个不假学就砍你你才爽，抓了我三波上路。先逆就算了，先逆还好，先逆的话，先逆的话就是纯爽的，知道吧，就是纯爽的。特效制作方面的话中规中矩，不算特别精良，但剧情不拖拉，纯爽，它就这点吸引人。要时刻留心背后，人人有份，他们对悲。反正我之前喜欢看斗破，我现在都不喜欢看斗破了。我给你说一个剧情上面的差别，我为什么会喜欢看先逆？比如说萧炎在炼丹的时候，旁边就会一定有一个 Killifish 小角色在旁边对他冷嘲热讽，然后主角就一定用各种方式、各种能力、各种特效，然后去征服他，表现给他看，就会显得好像我看这部动漫我智商好低似的。就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如果我看先逆的话，你有一个小角色对亡灵这样子，亡灵一个眼神就直接给你秒了，就话都不跟你多说一句。知道吧，我就喜欢看这种，你哥巴跟那冷嘲热讽唧唧歪歪的，我还得证明给你看的，我证明跳毛直接给你秒了，这就是我最爽的地方，就是不跟你唧唧歪歪，这不跟你多说一句话。对呀、啊，他最奇怪的一点就是，无论他主角走到什么地方，都会有人看得不爽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知道吧，就是没有任何利益冲突，也不会因为争了什么，就是单纯看主角不爽。一次转身，他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主角创造装逼的机会，精彩，没有任何理由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看。时间断流，大海没有记忆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哦吼！来临了！我先升到十三级先。再连条毛呢，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
烧成渣。等我打，抓不石头了，对面应该在下路大小龙了，还敢还手？完美世界看不懂，完美世界我也看不懂，完美世界我看到了40多集吧，看到了40多集，我还是看弹幕才勉勉强强能看得懂一丢丢，什么石洞天什么东西，我是看弹幕我才看明白，就是这里懂一点那里又不懂，要一直去看弹幕根本就没看明白他那个动漫到底是说的啥东西，反正也是挺莫名其妙的，我看弹幕才勉勉强强。又跑，他不跟我打，我先刷吧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书。这人不跟我打没有什么机会，给破壳者装弹，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再痛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好，不用我出力还好。逮住一个小伙子，我看起来很硬。当心炸药桶。人人有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差点隐身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回家买完装备去打不同吧。收了。不打吧。别啊，他队友能支援过来，有点太肉了。从眼睛
和海水中重生。人人有份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又一个。没大招，你还进去干什么？疯了你！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抓小火龙去了，算了，我去看大龙吧。Killing spree。一次转身。抓我们？去抓啦！我昨天都没玩游戏啊，我怎么又被打爆了？我昨天有玩游戏吗？我昨天我都没来播。